临终一言都指向一件事，自在往生，天降神功，累世修悟的精华尽在其中。有道是佛在灵山莫远求，灵山就在如心头，人人有个灵山塔，好在灵山塔下修。以下这些内容将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，同时需要我们不断修行才能达到。这些直指当下人心执迷的高僧大德，分别是李炳兰居士、印光大师、虚云大师、宣化上人、六祖慧能大师、弘一大师、明山长老。众所周知，佛教讲究的是一种宁静与慈悲的境界，如果我们过于注重自我，以自我为中心，反而偏离了正确的轨道，忙来忙去不过一场空。李炳兰居士是孔子四凤冠孔德成先生的秘书长，他经过禅宗和密宗，最后专修专弘净土，于1986年4月13日往生。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里，没有任何疾病，只是体力日渐衰弱。在97岁高龄时，他还躬身叮咛弟子念经，少说一句话，多念一声佛，打得念头死，徐如法身活。他圆寂前说过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心不乱，这句话在阿弥陀经、无量寿经、观无量寿经、宝积经、华严经中都有提到，其所表达的含义是把自己的心放在一个念头上，像是这个念头就在眼前一般清晰坚固，心意专一而不散乱，即使在吃饭穿衣走路的时候也不起任何分别心。常有人说修行的第一障碍就是分别心，人的分别心处处干预着我们的生活、情感、决策等，更有一些人执着于不同的见地、思想、主义、意识形态，而人为的制造矛盾，反而白白消耗自身。印光法师是民国时期的四大高僧之一，自21岁离俗出家后，便弘扬念佛法门作为自己终生的追求目标。他一生衣食住等皆极简单粗略，临终时他依旧不忘嘱咐弟子说，净土法门别无奇特，只要恳切至诚，没有不蒙佛接引待业往生。正所谓学佛就是修心，学佛就是对心灵的修养。一个人要想成佛，就得关照自己的内心。佛说心静则国土静，心平则天下平，一切随心转，方可及时去掉我执。中国七大高僧临终遗言，瞬间摧毁你的假修行，直指当下人心之谜。中国第一高僧虚云法师乃近代一身而系五宗法脉之禅宗大德，一生两次得文殊菩萨显圣相救，并通过人世间的所见所闻精修佛法，坚持苦行长达百余年，同时见证了人间百态和社会变迁。他立作15个道场，重兴六大祖庭，以一纳一丈一立一钟行遍天下，同时他也是一个真正关心人间疾苦的人。在冬季大旱之时诵经七天七夜，为百姓祈雪除去瘟疫。虚云法师一生活了120岁，临终前留下了一个戒字，戒是指佛教徒在日常生活中应该遵守的规定和行为。佛陀涅槃前就曾教示弟子应以戒为师，凡为佛子无论在家还是出家，都应本着如来的大慈悲心肠持戒自律。所谓由戒生定，因定发慧，定慧圆融就可以显发如来藏的本有光明。如今众生在三界六道中轮回，死死生生沉沦苦海，被无始以来造的种种业而烦恼，虚云法师简简单单一个戒字，便是告诫世人，要想获得无量的福报与智慧，就应该围绕着一个戒字自我约束。只有发自内心的自我要求，才能开发我们即人成佛的大道，离生死到涅槃。而宣化上人一身修为同样深不可测，到1992年就曾预言20年后全世界的瘟疫劫来了，不仅是单单一个国家这样，只要有人的地方都会有瘟疫的蔓延。由于人类自私自利，你争我贪，致使国而不国，家而不家，人而不人，所以这种病一旦爆发就像洪水横流，无可挡御。可惜如今时过境迁后，人们才认识到宣化上人的良苦用心。1995年6月7日世寿78岁的宣化上人圆寂，临终遗言表示，我从虚空来回到虚空去，我走后你们可以诵华严经念佛，要多少天就多少天。华严经被大乘诸宗奉为经中之王，无论是生死大劫还是各种天灾人祸，我们都可以从中明心见性，了悟因果。在这个万苦交煎充满万恶的世界中，如果不改自己的习气毛病，又如何能处理得了娑婆之苦呢？
七大高僧的临终遗言，直指人心，尽性成佛，解脱烦恼的法门就在其中。身为民国四大高僧之一，弘一大师是现代佛教乃至文化中的一个传奇。他年轻时在各种艺术领域皆有非凡造诣，却在中年时突然抛妻弃子，遁入空门。由于晚年疾病缠身和长期的精神紧张，圆寂那年他才不过61岁，徘徊在人世间的最后7天，他不吃饭不吃药，饿的时候只是饮用一些清水，写下悲心交集4字之后告别人世。从由一个卓氏公子到最后成为律宗高僧，他一生都是在悲悲心心之中焦急度过，悲众生之沉溺生死，悲婆娑之八苦交煎，同时也迷见佛陀而圆成佛道，心生净土而化度十方。在人生中起起伏伏60余载，每每回忆起一生的憾事，弘一大师都一悲一心。他人世一场，经历种种，休息种种，一辈子好好的活，到如今好好的死，也算自在往生了。佛教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最后的遗迹是：物物不善修，腾腾不造恶，寂寂断见闻，荡荡无无助。从大字不识的乡野樵夫到得道高僧，他从小就饱受人间疾苦，出于对佛法的深爱，目不识丁的他更是对出了那对千古称奇的偈子：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染尘埃。正所谓一念放下，万般自在，放下心中的执念和贪婪，才能更好地享受有限的人生。明山长老的临终遗迹也写道：一旦无常道，方知幻化身，劝君多念佛，念念息贪嗔。虽然人人皆有佛性，但人总是因为某种对立的存在给自己带来痛苦，因此不是人人能够超凡入圣。据说明山长老圆寂时还出现了种种不可思议的佛光瑞相，按照佛教的说法，一切都离不开因果2字。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来世果，今生作者是。这些高僧大德的种种事迹和言语，都在告诫我们要以开放的心态去看待这个世界，而这种境界也需要我们不断的修行才能达到，如此方能更好的与他人相处，更好的生活。